对，那也有可能 Abby 觉得我还能打，再给我一次。对，这个哎，以前大将你是教练，如果选手告诉你，第一次失败了，他还能打，你会再信吗？就叫他来后台打。但没事，刚刚看这个 Abby 再已经比出来了，相信绝对是没有问题。还是因为其实你 ban 差不多了，哎呦，没忘，没忘了。招牌来咯，那第二把，第二把还没忘。那我觉得这把关键还是一样，两边打野的路线哦。因为前一把我们看到 Forest 是往下刷，然后 gank 下失败了。那这把看有没有要往上刷 cover 一下这凯南呢？如果以下路线组合，我觉得应该就是往上刷了，因为你进本身就是以自己玩为主，除非他往下刷，他是要解放辅助去跑线。哦，还来吗？再蹲。这一次有晕到，不过应该也出不了什么大事情，因为双方的射手前面的伤害是没有到那么高的。好，看辅助谁先靠，因为上半部合计在争夺了。好像无敌是快艇，但 Vista 他是有三等的哦。这边看起来是 BSU 人先到 Q 闪 ，Q 闪硬骑，对方也交了一个盛大登场。这时候 Dash 身上被套了一个虚弱，俊佳 pop 出一个护盾，第一时间还没死，专抢手杀给到了 SHG， 瑞空拿下。但另外一边 Maple 也是换掉人头，这里也逼出了一个闪现，但杰利已经开杀了。再一个骑瑞尔把人头给搬了回来，只剩下200滴血，来自 SHG 的双人晋级，还有超电磁炮再插一下的普攻，人头要给到 Dash 的身上。阿智这边。还在拉扯，还在拉扯，好像可以送塔。我刚刚不是给辅助的话，哇，这一波 SG 靠上是有等级的优势，而且是有人数的优势，好像可以直接开，直接开。冰河龙老甩住阿智，阿智有就开始大绝吗？烧了一个等级值飞，但第一时间还没死，但最后 AV 还是把对方的蓝宝给垫掉，而且这时候 Dash 过来了。另外一边蝎子有换掉人头，但这一波的团战还是属于 SG。通常 Vista 在跑线的时候，乌迪也会想要跟哦。来看一下这波。这边就直接先手，然后让淑女扛，后面伤害其实全灌上。在，我觉得玩的好的点是他大绝水到了阿智，所以阿智的大绝第一时间没有下出来。是，那这边也是杰利的优势啦，因为其实中路五五开的时候，杰利是可以翻墙就过来了。刚刚好像一个现在 Maple 开启自己的格林机关枪，但俊佳直接钻了出来，跑得很快，抓杰利有抓到啊！精准的蝎尾穿刺 ，Dash 开出一个雷霆万钧，又是 Q 闪直接启动。这波 PSG 的中野辅配合，8分钟开始上演，没有多一炮。那要去打二轮虫了，打第二轮，因为主要两队都是蛮多开战哦，所以如果你先开龙的话，你上位会比较贴在一起，对面就比较好开哦。俊佳这个引擎感觉随时要发动了 ，SHG 多人围在一起。Abby 已经过来，蓝宝也在路上，突然之间一吸，直接吸到好多人。PSG 打出一波光速看到，瑞空也开出一个大绝，但此时最肥的一个杰利就是秒杀了。闪电 Abby 马上被套出一个虚弱 ，SHG 华丽谢幕，准备开狙。第四发狙在 Betty 身上，但 Maple 已经往前开杀。这里对点，现在在抓 Marble 赶紧往后跑，连续拉扯进到了草丛，但还有飞弹，就是他会故意去人家前面跳。你看这边就是他知道，你要不开我，要不开我？对，好，对面就开了。直接吸引炮火，这边就是他让对方的注意都放在自己身上，才让乌迪有这么好的进场机会。而且对于 SHG 他们的角度也是，对方这么皮，你好像不开他也不是。而且乌迪这个虚弱他放得很精准，在 AV 闪大的时候，他虚弱就马上下了。是，不然 SHG 这个阵容跟昨天 FAK 有一把很像，就一样是杰利加进的组合，但你主要的输出还是要靠杰利去打。是，因为其实。进开大，准备打起来，但他没过墙哦，在墙壁的旁边 ，Dasher 直接翻了过来，盛大登场鹰台，然后这里还有冰河龙牢，但又是蝎子，直接12秒，又抓到又吸到 ，PSG 再度上演 combo， 杀手粉能飞了进来，这里才是真正的杀手，还配了一个火焰，这是 PSG 的胜利烟火。对，那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一样 ，PSG 知道我们上路有这个 TP 的优势哦，对，你看他没有过去，所以他这里。W 的二段没中，他没有办法再补普攻，不然其实这里原地定着的话 ，Dasher 他可以站在比较后面输出，就不会被拉到了。哇，他就是最远距离拉到 Dasher 啊！刚猪猪宝贝卡住了之后，就是俊佳他的发挥局了。然后 Betty 这里就是只要等队友时机到飞过来就好了。对，那我觉得 PSG 打的最好就是接着拉完两个后，那就看先手咯，俊佳其实就站在前面。哇，要看乌迪的位置哦，乌迪在绕哦。对，而且 Vista 的位置也很关键哦。哇，这里有马在这边顶下来了。这波 SHG 是一个好顶，但 Maple 直接来到了 Abby 的面前 ，Abby 要被秒了。凯南已经不见，另外一边的话 ，SHG 交出了闪现，但伊卡西亚魔女直接打到 Vista 身上。另外一边 Force 也开始连续拉扯，但交出了闪现，但 Maple 直接硬跟，搭配自己的伤害，但对方也是华丽羡慕，准备开狙。俊佳直接肉身帮扛，
第四发打到，但 Maple 从后方抽牌，把对方 Boris 给抽掉。Maple 拿下大门 kill。Maple 还没老啊！第一波他们知道屋里在绕了，所以前面他们都在跳，你要不要打我？要不要打我？但是这边其实 Forest 已经打得很好了，哎，真的打得很好耶！他吸到这个双吸啊，其实这里被吸到三个团战，应该一瞬间就结束了。是，而且我觉得 PSG 他们的角度也很清晰的，跟上一场比赛一样，就是先把 AV 给抓掉之后，团战就立于不败之地。对，这边比较可惜就是 SHG 其实前面第一波打起来的时候，全部伤害都打在瑞尔身上。这边后面就还是想要再拉扯一下，因为他们有一根红眼，可能想说有草丛优势，但没想到 Maple 是从上面绕过来的。对，没有 Maple 这一波可能就是一换一就结束了，但是他这一波用他的命换四个人头。哦，有出事吗？这应该是后续闪电。闪电，我直接电掉两个人啊！哇，因为你这样打起来又是少一个人。对，而且上路打起来，然后两边都没大绝。单杀了，阿志 solo kill， 收服到皮卡丘了，阿志。而且这样子其实等一下给到 BP 上面蓝宝的压力就更大了。哦，应该是插到了，两插，躺他，开烧，皮卡丘失去战斗能力。但另外一边又打起来，好，这次 Forest 也倒在地上了，是被应该是被拉出来了。Maple 准备侧切，灵光站的伤害超高啊！哇 ，Maple 这个伤害。但对于 SG 好像有照到凯南哦，有照到哦，又要往前钻，先钻对方的辅助，然后往前再骑，第一时间没有骑到 Avi 身上，先被套了一个虚弱，屋里这波有点小尴尬，然后反而是 Maple 在扛塔哦，先把塔给点掉，赶紧飞了出去，但会是 SG 他们反击的时间，留得到人吗？ Dancer 开始往前追击，点到了，先点掉了第一个，这里还要再拉一下，因为阿志他虽然有踢，但他大没好哦，现在瞄准不了，就被你坐车走了，哇 ，Betty 先上这个飞机了，是大事，是这边去看 SG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中塔给拆掉，把导弹好像打不死哎，可以吗？三个人就夹俊佳、哦，四个人都夹。俊佳好硬啊，还撑得住吗？直接交闪，俊佳没优势、哦、，Maple 来了。回来变成是 Maple 的反击，蓝宝来了，蓝宝来了，蓝宝也再到现场，又是 Q 闪，直接一开，等离子飞弹为 PSG 送上遥远祝福。现在变成是 Forest 要坐车了，这里一波团，但是他们追得太深，然后后来近开大，他们是有三个人是残血。这边要抓瑞尔哦，其实他也蛮难杀的，亮在脸上，到底要抓谁？先抓瑞尔吗？瑞尔回身反吸，吸到两人，谢伟穿刺又把鸟人给带了出来。Lisa 瞬间倒地 ，Maple 连续的输出。后方的话，俊佳又是顶在正前方，而且这时候 Ben 也可以往前开杀。想钻，想钻，这里钻到了对方的一个上路 ，Avis 又没了，直接遭到了击杀。接下来 Gucci 也是把人头给收下。他们四打五打赢，完全不需要蓝宝。然后再往前飞，再钻，想要 Maple 还想要，蓝宝根本没有到啊，丢出了石头，现在是打在了 Dasher， 然后 Marble 帮助自己的中路撤退，反身继续看。在这里 ，Betty 挡了两发，挡三发，还有乌迪完成最后的收尾。然后阿志又拿了一个下塔。对，主要也是一样开战的目标选择，就是在这里，其实以选手的角度来说，就是到底要不要 all in 这个人。但在你犹豫的时候，乌迪就马上反开了。对他们一开始是想要抓 Maple， 但是乌迪在这边，那你又不能不开他。对，你开他的话，乌迪就会把你后排给吸住、哦。而且主要是他们这波应该是有知道蓝宝没有 TP 这个资讯，所以他们想要以多打少，但没想到现在的这个经济落后这么大。对面还是少打多，对，少打多的，就是其实以 HG 的角度来说，这波打是合理的。没事，你懂就意思就好了。我真的听不懂。你这波要回吗？我要回。好 ，Maple 听不懂队友在说什么、没事，我们这样听其实也听不太懂。打赢就好。没事啊，笑啦，这把 Maple 很开心啊。再钻，红 buff， 然后又是钻到 Forest， 这次夹没有夹到。突然之间 ，SHG 想要开团，开到 Maple， 但第一时间 Maple 没有被秒。这时候 AB 想要进场，但瑞尔把人给吸了下来了。现在变成是 PSG 反击时间，阿志挂抓 kill， 哇，这 Peta 被拿走了。哇哇，哎，等于说乌迪的瑞尔好像不能开，有点强啊，就是一开始。对面已经打得很好，已经抓到 Maple 了，把 Maple 打残了。对，但觉得哎，这波好像有机会 ，Abby 也来了，哎，我们这波有机会赢一波团了。第一个是 Maple 很稳，他出水清血，是，所以他顶住了第一波。然后就是乌迪，他又找到了这波进场的机会。哇，今天的乌迪有戏耶，很猛啊！哇，这波要直接来指导黄龙 ，PSG 靠着这一波的四连杀，现在距离冠军一步之遥。
还有我来，我可以搭到那个位置。看一下准备，。没办法，干你要抢五杀哦！哎呦，是啦，你舍得我，你舍得我就两杀哦！干你凯撒，不是你凯撒完全没有杀人、欸我，我每一波飞进去都不是我的，怎么玩啊？哎呦，那我头都比你多啊！辅助凯撒，对啊，玩一个辅助凯撒，什么杀真的？哎呦，哎呦，哎呦，我的，难受，很难受，我的，下一把还你。